已经开好了，我先来帮你 double check。第一件事情，那我再充电，确认有没有电，都用我的手机来确认。有电。我刚刚有看啊，我放下去后来看到它蓝天亮。好，接着帮忙开，然后亮了。然后等我，等我，我看，没叫，看一下。然后这个线让我拿到后面，你的长度蛮多的，因为好像没有留，没有留在包包里太多。哦，没有留在包包里太多，怕会里面拉手，算了，这样。好，现在是在。卡在后面啊，没有卡，不用卡。没办法，你要卡在上面是不是？好，你等我一下。好，卡好了，你的好了。好了，刚好，线来这里了。嗯，去吧。怎么怎么办？要让鞋子跟脚合在一起。今天就是轻松，合不在。轻松复原日。嗯。拉紧一边。没有啊，就胸口弄好就好了。我胸口忘了勾，原来如此。难怪我觉得不够紧。今天这种斜度，我的视力条件毫无问题。哇，这是相机啊，还是？可能要换一张记忆卡。他一时写路，觉得现在在录。好，那张卡判定为有问题，再来一次的话就换一张记忆卡。啊！对啊。我没有勾在后面。要换卡。再开吧。即使是要知道要换卡，也要一直用它。还是吵。这样是 romance chair。我的左脚脚趾有点麻了。麻？我左脚已经麻落一轮了，现在是右脚在麻。嗯。是啊，我是到最后根本没有把东城带出来，还是怎样？还是现在在我背包里？我忘了有没有放在背包里。我现在背着它吗？哎呀！按，还要再按吗？再按啊！不想按了，因为我之前我刚刚是想说，不要让 GoPro 太冷，但今天其实不会太冷。
没在怕他。我坐右边了，好，对啊，那我说三点收工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没有，是因为你牺牲了你的脚。好，现在来弄，先把它勾在左边。这个手套套左边。它好像也只能左转，这么也不能走这边啊。接着把线拔下来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你等我一下，那我先做一件事，我的线勾进去。既然你都发生了，我都一直没勾进去。线进去了，好，好，进去了，都进去了，好。害怕、啊，对。现在记忆卡要把它抽出来啊，还是我再把它按回去？我再把它按回去，我整个GoPro拿起来好了。按不下，还好吧？好了，拿起来了。嗯，我抽不出来了。抽出来，我的手没办法从那边这样子这样子拎过来。错的是哪一手啊？你手受伤的是哪一手？左手啊。应该说我现在只有一只手在做精密动作，应该。好，接下来我思考下个问题。我要把记忆卡带拿出来。好痛啊！盒子有两个，拿了一个。盒子，抽对了。好，下一步。一脚真的好痛。嗯，是不是？有人拖滑这边，好嘞，脚真的很不舒服哎。下一步，好危险哦！脚自己也在不习惯。你有办法握着GoPro吗？完全抓紧它就好了。是哪个？整颗握好就好。好，很好，感谢你。接着揭晓，红色的一号被判定为血路速度不够快，啊，那就打白色的一号。好，其他的接着把它放进去。好了，可以换我握。好，插上去。好，完成。接着插上去。你先拍机，你确定它正常？再上。
至少要一分钟吧。嘿嘿，啾啾。嗨。嗯啊。还叫，很痛，真的很痛。我觉得应该是好的啦，就是有那个，有那种脚很痛，有那个不大型的记录的，应该是。刚刚那是不是撑不到一分钟？应该了。对啊。哇，我的脚真的，嘿，我脚真的很痛。好、啊，那我觉得好可怕哦，这里怎么会凹下去？他没有打算要让你滑，那是有人搞的。来来来，我把它插上去。好，扣好，好，凹好，好。哎、啊，插线，哇，又掉了。哇，可能会没有充电。不会啦，插了就充。好，有了。有充吗？有充吗？不知道，等一下。你说会不会充这件事我无法肯定啊，我的印象中就是他觉得GoPro电满满的时候他都不想充，就真的是 romance car romance the chair， 这就休息超久，中午休息我一定要把鞋子脱掉，我脚好痛，但是穿的时候也可能很那个，很挣扎，但是现在不脱太难过，就是松掉看看。嗯，松掉也没有用，一定要脱下来。走。其实这种小餐厅大概是不会给脱鞋的。嗯。好了。这种滑法有点像是烧鹅山，只开下面那个小 lift。我连这个都滑不好，现在。脚痛、嗯、就哦滑不好、啊、滑不好啊，我的脚、嗯、我还没有办法放松啊，我发现我脚在偷用力，所以脚在很酸，对、啊、我也很酸啊，我在那边搞放松滑就是脚完全是不会痛的，但是现在脚啊，我的脚筋好痛哦、喔、有人在滚动，哎、欸、这里有炭火味，他们有在烧柴火，幸好闻到只有炭火味。可是我脚现在真的痛，很多人挤在右边、啊、好痛好痛，完蛋了，那你就不是真的痛，我觉得我到下车没有办法站了，有吧、嗯、那你往左边我往右边、嗯、你是怎么了，就是你真的脚会扭到脚的感觉，很痛，即将抵达下车点，请排除安全杆，可以了吗？现在呢？现在呢？刚那一瞬间觉得我脚要扭到，扭到才是抽筋。不是，走啊走啊走！你还要加速、喔，嫌不够快、喔。
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好，为什么要提起来？走啊，那我先哦。而且你塞得很烂，你那个袋子塞得超烂。什么袋子？袋子是揪成一团。什么揪？什么袋子？你的刚狗的那个卸塞，那个后面是揪成一团。没关系啊。你故意的？我没有故意。你要不要帮你调一下？不用了，那只是看起来。因为你两个面这四次的差别是这样子，左边往右滑的时候你的重心踩很稳，身体偏这边，然后这个的时候就身体挪很远的。右脚，对啊，我就觉得右脚很不错。这是我们两个的通病，右脚，而且不是力气问题哦，是身体的习惯问题，就是还没有习惯说重心踩右脚这件事。看得出来，这个人滚了一圈，嗯，他的裤子滚了，他有滚，看得出来。难怪他骑还不开啊，连这块地这么高的地方，你还是看到有一点草露出来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这里厚度多少，应该有三十吧。但是三十草可能还是有这么高啊，草的头。有人在用无线电。他要偷滑山，不是不是，这个好像是教练什么的，他在还是。要不就是教练，要不就是自己投稿。他逼逼了三次，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用的是 APP。时长时短，也不懂为什么。
高，你不觉得吗？你再回头看，你看那个，他说下次看过那很夸张，什么龙腿啥来着？你要回头的话，也没有那个上月国际那么多啊，上月国际人很多。你说排队不长，但是人很多。对啊，那倒也是。可以这样的吗？那我先滑，你再进来就好了。啊？怎样？嘿嘿嘿嘿。就他算了。滑雪板怎样？有带安全帽，所以你说这三个当中只有一个有带？对，就中间的。我觉得很不要命，因为上面很脏，脖子要练的，铜筋铁骨，脖子。但是这个环还是很有。环也很难讲，大旋转。这个绳子最低竟然有低到比地面还低。如果二四股没有排 Z 字形，如果一直线的话，你看起来也会排很长啊。好像就跟传说中一样。对，应该跟。对啊。嗯。也是啊，我刚滑不知道有没有五分钟，我第一次慢到不行，第二次就咻咻。就像第一次听到钟，感觉是什么？阿嫂。当什么？当弹簧。感觉像台湾的到了都在洗脸，谁知道嘞？我一直看哈喽你碰你日本代表团不就昏倒？应该是不会，因为那时候已经接近二十号了。应该查一下今天的洗脸。等一下去吃饭的时候就尽量用。今天的最大问题，穿右脚不行，极度痛苦。不过你也确实感觉出来，右脚跟左脚差很多。也没有，还是左脚已经有体验过。我那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，我为什么先脱右脚？因为左脚可以建立一点信心，应该要先穿左脚。我之前穿的左脚，但是觉得好难穿鞋子，好硬。还是我选的袜子，反正怪东怪西，自己脚没力就怪东怪西。这个鞋子还，因为它被我们束在那个最小的形态，它已经习惯太接近最小的。这也是个理论。对啊，因为我后来穿几天，它就松开了，应该后面就越来越好。所以。下个雪季也不行呢，因为箱子就那么大。其实这一次我们箱子没有塞太多东西。
先进的。啊。他该不会又进不去吧？汇合的人又在超车啊！他在刚刚 Z 字形的时候跨线跨过去的，他更前面了、啊。例如说，对，在更前面。我站后面一点。我觉得打到没有很痛，打到不怎么痛，但是夹到脚胶，夹到脚胶比较恐怖。你只会压在自己脚上很快。我刚刚没有夹到，不过我感觉快被夹到了。对啊。哎呀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跟刚一样的那个最后脚筋很痛，是怎么做完的？你放松行吗？压在我的血板上行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关系，是他自己挂着他。那你八字脚行吗？看看啊，这样有没有比较好？好像也还好。嗯、我要动一动，我还在里面动一动，不然它好像会去折我的后脚跟，很痛。我觉得这种暖度，我好像没有很 care 那个后脑。没有冷啊。对啊。嗯。哎呦喂呀，又好痛啊！他有播音乐的啊，真讨厌。你是说又要那个？OK 啊。还是他唱一句我就啊一声，破坏他的那个侦测。你看这里的学生，嗯，巨爆山顶五十，那这样压过。压过假设少一半了、啊。我们从这里滑下来的吗？是啊，你觉得很平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以为你是直接下来的。你说是不是从右边下来啊？嗯、是吧？右边左边这样转了一个弯。嗯。你脚也太开了。对啊，你会觉得不好吗？对啊，我这样我没有办法动啊。你动啊？不要啊，因为会踩到嘛。你怕你的下面被我刮、哦？不是，我怕我踢掉，然后把你板子踢掉。不会踢掉啊！啊，我的真的，我坐完车右脚的那个筋就会很痛啊，又在很痛啊，好痛啊！哎呀，好痛啊！你这样会比较好吗？好像会，你的筋是后面的筋吗？后面那一条那个脚很痛、那個。右边筋还是左边筋？右边，痛，而且会痛到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站立。嗯，我坐过来一点，你放轻松有没有比较好？就是要动一动，或者说你调一下膝盖，大腿那部分坐姿，是比如说右脚往右卡一点，或者是右边屁股往后缩一点，这样有没有比较好？有吗？还是换另外一个做法。啊，好痛！你赶快唱歌啊，大家听过去啊，不然这音乐很大声啊。是很大声啊！哇哇哇哇！哇哇！我觉得这里有几率，我们可以看到一颗天然雪蛋吗？有蘑菇吗？雪蛋。啊。那里就有机会。雪白菇啊，脚好痛哦！因为我不自然的痛，我没有这样。那一个有潜力，我觉得它好像圆圆的。嗯。还有一颗啊。这根本不自然啊！
右边低左边高，下面好像也有人路过，很恐怖。看这里觉得厚的不像话，有脚胶吗？那里有很多脚胶哎，不过看起来是人类的脚。是滑就觉得受不了就走掉了还是怎样？前面的痕迹怎么很像是横向的？是错觉。我以为刚刚那一瞬间以为是横的雪道，但实际上并没有横的雪道。下面有一条黑黑的，有一块黑黑的东西，就要断层，好像是平平的地面。我看到了地面，现在坐一坐，突然觉得很冷。我的左边左前方有风吹过来，那是 Rope Way 的线吗？对啊。我没有冷，但是左半边我没有到冷，但是左半边的脸觉得是凉的。没有风就没事。承受不了雪鞋的重量，好痛，脚跟好痛，好痛，还是要去休息了。要不要去休息了？立起来的话比较不痛，因为刚是觉得那个脚筋很痛，然后绳子很重往下拉，然后那个脚筋就超级痛。立起来反而好一点，你看留下来。然后站着不痛，坐不缆车痛。就是挂着负重，它不能负重。现在几点？我不知道。但是里面的人感觉坐很多呢。对。你要不要进去了？我要看手机才知道。看这个站是怎么样？好啊好啊，认真看。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 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. 里面有吗？没有。要去吗？要进去吗？好，那赶快滑。你是说要决定一下吗？正吃午饭的时候人很多，现在应该不到十一点，10:49，要不要去吃？会害怕。滑一轮就去吃，不管饿不饿。好，赶快滑。
刚刚觉得怎样？有觉得他要往过来，左脚用力一下保护的。我看你有点歪，左右歪那种。回头看的时候，没滑到啊。很难看的，有一点，还没放松了。啊，反正只开到三点。是啊，不要跟他挤。我也是觉得带一些水比较重要。吃吃尿尿休息滑滑，然后差不多一副能量满的时候走了。然后你来这里滑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吃饭，排队不用。可以啊，幻想一下。他这个排队不是时长时短吗？也是碰运气。你要是滑在那一波之前，你就滑得到；你要是滑在那一波之后，就是一样慢的人，一样慢的人会有一大群会卡在一起。你有觉得现在上面的人比较多吗？雪道上人多，这里人就少。雪道上人少，这里人就多。又要变长了，又要变长了。我们刚滑的速度超过了一波了。我觉得是印度吗？还是欧语系？他的速度跟我们差不多，变到我们后面了。Thank you, romance, lift two. 然后那个我觉得明天会不会开呢？看到今天 ，Patrol 跟鸭血车在那边努力的撸。有开的话哦，反而造成一个困扰。你要坐大缆车才可以再滑一次。比较久哎、欸，对啊，就很难讲。看他会不会开那个快的。哎、欸，他如果这一道有那个的话，他就会开快的，因为快的就是那一个。大缆车左边就是这个快的下面。哦，是哦。对，然后那里也有一间拉面。是不是变慢了还是怎样？他说：“我一直没看懂这个，哦，不能放松还是哦，要有套子，要有绳子，啥？哦，不能穿上去，要盖起来，而且要加绳子。”遥控器在旁边。下游滑下来，那要滑这里就是那个、啊，
上面要横着要推一段，接着滑这里。要推啊？要推一小段。有开啦，这一段有开。啊，吃饭吃饭。我觉得我的口罩很奇怪。他们是很认真的在练习吗？单脚滑。嗯，我还不行，我要先习惯，接着就要只能练高了。你是说连这种餐厅都有王子的网路啊？有啊，我在厕所的时候就录到了，刚上厕所就录到了，可以自己连上去。不过他好像也不用密码，所以就连上去了，而且不慢，重点是不慢，都比我们那个快。对啊 ，Highland Fernando 网络慢到人村。那我拍，这也不是白带啊。嗯呐、啊。而且然后没事做，你说不滑雪啊，那就得看剧。也没有到不滑雪的地步，就终究还是要滑。哦，嗯，所以你看哦，这样子就是说每天都要搞一搞开车，贴1000块，政府给3000，我们要贴1000块才可以花钱。对啊，你想想看，以前我们买那种，这是个板子吗？以前买到优惠票是3000多，现在你看这连优惠票要4000，6000变4000，而且我们这个已经是比早鸟票便宜了。嗯，早鸟票是4500，很贵。应该说正规票6000这件事，以前正规票最贵这件事是志贺高原。你说中央吗？还是志贺高原全区以前最贵的5500，所以我才去研究去弄那个。为什么华山去年还半价？去年就按半价票，但是平日限定。然后我在想今年有没有办这个活动。我们要去啊。但是我想知道，今年有的话，那明年就还有希望；今年没有的话，明年就更没希望。然后每年雪票都要涨一涨。人，我觉得很多人现在都打算要去志贺的感觉。不是，好像有一个滑雪团已经是开去志贺。你不觉得滑雪团一定是太便宜了吗？对啊，志贺我说它贵啊，是因为我们要买全山，但是你如果买只有中央区的话，其实还算便宜。都有困难吧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你那个时候你就会考虑说要不要住哪个旅馆。但是以整体来讲，我觉得好滑的区还是烧了山好滑。我觉得东山没有那么好。你说东莞山？嗯、东莞山还东、啊、东莞那边的那个山，有一个地方很危险。东的话，因为又有奥林匹克，又有陡的区，然后但是它也有一条松雪区。那里是还好，而且那里我们是先开始练习。练习那个啊，我刚刚想说我不要动它，然后一动发现它还是会痛。那不动就没事？不动没有感觉，动了发现它其实在痛。啊，好痛啊！脚还没有办法适应要挂这么重的东西在脚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左脚不会呢？右脚很痛，右脚太弱，脚、啊、好痛。你这样是要干嘛？是啊，帮我撑脚啊！不行，你这样扭一个角度，它又更痛。你永远把我往外歪，因为我在右边会变往右歪啊。这样有比较好吗？这样呢？哦，这样还可以。嘿嘿，但是手不手一震就酸了。嗯，好像还可以。向上拉提。
就不要弄它好了。唉，那车真的动很慢。嗯啊，它是限速的那么慢一点。两人缆车因为它没有那个变速箱，它不能快，它要让你有上车的那个时间。嗯，那四人缆车的话是高速，可以很快，因为它你乘坐的时候它会跳到另外一个齿轮上。嗯，所以会比较慢。嗯，对啊，像你说东边那边不是烧耳山东边不是下面有一个松雪道吗？那松雪道旁边的那个缆车，那个也是高速的。嗯，啊，因为是我很喜欢玩那个松松。对 对啊，那个因为是高速的，所以它就有脱离跟齿轮嘛。我上次坏掉。所以它对啊，它上次就齿轮过不去啊，就是它过了圆盘的某个位置，它就要解开跳到下一个轨道，就变成乘坐的那个慢速的，然后等。过了一个弯之后，人坐上去之后，他过了一个部分，又要跳一条线，要夹在线上，然后又跳到高速的线，然后他就是那个有个地方齿轮孔钉，那个人一直孔钉孔钉，弄了 N 次就过不去。好，看看哪个位置？你看门口有多少板？我刚看这边，这边很热。嗯，你不觉得外面的板子数量还好啊？嗯。好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而且现在不知道几点，我们可以计算出一轮要的时间。即将抵达下车点，请抬起安全杆，做好下车准备。奇怪，我的面罩一直滴水，是上面滴下来的还是？安全带的温度，没得什盘子滴来的吧？放架子上，你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上面比较歪了一下，比较多。好，赶快看时间，刚是10:50嘛，15分钟。你说一下，一轮回15分钟。华家坐家牌，我好像滑了4轮还是？你要刷吗？不要，我拉了。你要小姐戴手套吗？那我听到了。这也不用特别跟他说要用卷，我们就买那个机器就好，对不对？他也卖三 K， 真是。卡兹卡嘞，三 K 卡嘞，西多伊卡嘞，不动手吧。取电就是给你一颗蛋。我要关了。